中午嘅12点钟初时，以为刚才喺数据 V 锁71嗰度咧，系直接去阿 P 时锁31嗰度，点知又唔系，又兜路。若所兜咧嘅意思就系话佢真系想咧行遍曼谷每一个角落。而家我置身于系麦亚梦幻亚梦幻区，咁佢咧行完一区之后，再兜一兜先至去阿 P 时屋企嗰度嘅。咁相信估计可能要大半个钟头后先会去喺度啊。